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谈结缘和了缘有什么不同。佛教中有结缘的说法，结缘的意思呢，就是大家彼此互相增长善缘，共同走上修行成佛的道路。那么结缘这个名词，由于因果观念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，而产生了了缘这个新的名词。结缘和了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？现在就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。广积善缘就是普度众生，用什么机缘呢？是用佛法机缘。如果仅仅是用一些物质上的东西给人，或者是啊，仅仅是以感情的方式给人家一份关怀，也算是机缘呢。缘有善有恶，缘呢有大有小，缘呢有亲近有不亲近，这个看我们呢是用的什么方式，用的什么东西来跟人家结缘。结恶缘就是结仇啊，就是结恨。还有呢，染缘呢，就是彼此互相的困扰，彼此互相的纠缠，彼此啊互相的放不下，丢不开。你抓我一把，我也想捞你一把。你踢我一脚，我踩你，我打你一拳，这个也叫做机缘呢。这个机的什么缘呢？机的恶缘。记仇记恨都是机缘。那给人家一分呢小小的恩惠，算是机缘呢？那看我们呢，是不是用的清净心来结缘的，或者是有一种啊污染心来结缘的。所以污染的心呢，就是有所期待，有所啊这个希望而结的缘，这个都是啊叫做染缘。我亲近的缘呢，就是没有条件的用佛法来帮助人，或者是没有条件的用物质来帮助人。通常佛法的机缘呢，在家居士多半是用物质来给人机缘布施。那么在家居士如果懂得佛法的话，除了用物质救济人帮助人之后，或者是同时也用佛法来协助人，来告诉人，来劝勉人，用佛法来让他们自己帮助他们自己，这个是啊最好的帮助。因为自助是最好的，将人助你帮人家帮助你是不可靠的，而且呢不会长久的。比如说有人有的精神病或者是有心理有问题去看心理医生呢，看过心理医生的人就好像这个打了麻醉针一样，看过一次以后又要去看，以后又要去看。有一次我问有一个看心理医生的这个先生，我说啊，这个病人为什么老是看心理医生？他说是啊，我们早上吃了饭，中午要吃饭，晚上还要吃饭呢，今天吃过饭，明天还要吃饭呢，所以天天要看 要去看，这个一个星期要去看两次三次心理医生。他的解释好像是言之成理耶。其实这个是啊似是而非。问题如果真正的能够问题是治本，而是不是治标，不是给他和一和稀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没有啊。你和一和稀泥给他就是给他解释一下，给他分析一下，好像问题解决了，其实他并没有根本的彻底的解决。如果用佛法的话呢，不是治标的，而是治本的。所以用佛法结人的缘呢，就是就像看心理医生呢，再看一次就以后不要看了。很多人看心理医生常常就要看，有到我这里来一趟，从此以后
不要再看心理医生，也不需要再找我，他们这个心理的问题就没有了，除非他们希望更进一步的修行，那才来找我。所以用佛法帮助人呢、啊，这是积的什么缘呢、啊？清净的善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可是我们民间呢，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说人与人之间呢，这是缘嘛，特别是男女之间的。说七世夫妻哦，八世夫妻哦，说过去在哪一世已经结过缘了、哦，现在我们如果不了一缘的话，还没到七世哦，这个到了七世以后，这个缘就了了，这乱讲。这个人与人之间因果因缘呢，是不可思议，是没有办法了的。你牵扯到一点关系之后啊，又牵又生，就是牵丝攀藤，攀藤。这个藤和丝之间呢，你说我要了一了，我插进去一下，你进去一下就混在里边了，混在里边呢，越缠越紧，越缠越多，你越缠越乱，根本呢没有办法了的。所以了缘这句话都是啊似是而非的，还愿呢是无条件的，就是说我现在学了佛法，我好好的学佛法，学好了以后，将来我要度所有的人。当然你们每一个人呢，只要遇到我，我有佛法，我一定帮助你，这个没有条件，不是因为你对我好，我对你特别好，不过呢你们因为对我好，你们接触我的机会将来多，因为这是因缘，这是因果。你们对我很坏，可能也会接触到我，你们本来在我这个地方得到的利益，你希望得到更多的利益又来找到我，也可能。那对我来讲的话，你对我好也好，你对我坏也好，我没有啊分别心，只要你有接受佛法，追求佛法，帮助的人我就帮助你，这个叫做还愿，而不是了缘。了缘这样的事情没有哈，一定要弄清楚，只有还债，没有了缘，这个观念绝对要把它理清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害人太多了，特别是让那一些啊，那些江湖俗士，不怀好心的人，用这句话骗了很多人，诸位不要上当了哈。